台北市长高玉树今天上午10点为这座全国职业学校中设备最完善的教学大楼举行了落成剪彩。这座6层楼的大楼里有一座可以容纳1700个人的大礼堂，以及有打字机280部的4间英文打字教室跟1间中文打字教室，其中70部中文打字机上每一部都有一个日光灯，以免损害学生的目力。另外还有一个设备完善的语言教学中心，